如果要在上面打字的话，打成功了怎么打？好，用三个，这个是这个是什么？选取嘛。对。然后这个是上一个，下一个，好，那比如说打成功了，就是好这里，好下一个，对不对？这个可以过来一点嘛，我要同时拍到它。好，然后下一个，成在这里，好，所以是下一个，然后去点选，然后下一个点选，然后再点选，是已经上去了，然后歌。攻是下一个，然后点选，然后点选，然后第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点选，点选，好，成功是刚好是第一个，所以按点选，点选，再点选，好，上去了之后怎么样到这里呢？就是现在往下哦，那等一下会看到哦，荧幕上会发生是这一个，还没有，对不对？现在是虚线，对不对？现在虚线了嘛，然后到虚线的时候按，按点选，对不对？按点选，它变成实线。变成直线之后按上，它就上去了。然后这时候就是点选，天哪，出去了。